首先我们敬礼曾国宗历代祖师了明和尚沙迦正空上师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南无父母祖尊观世音菩萨南无护法马陀明王金刚敬礼瑶池金母大天尊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嗡阿吽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各位法师，还有助教，各位来参加的所有的同门。在这里的同门，还有在外面的同门，还有有心来参加的同门，大家早安。刚刚我们做护摩的时候啊，这个护摩祖尊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当然是有亲临哈，有亲临。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变化身马陀明王金刚他也有亲临。包括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诸尊，增婆密院的诸尊，南山雅舍的诸尊，彩虹山庄的诸尊，很多佛菩萨都亲临。我们向他很一心虔诚的祈祷。令我们的这个一切的灾难能够消除。也令我们本身的一切的病痛能够迅速的消除。令我们的本身的一切不如意的事情也能够消除。那么希望大家每一个人身体健康道心坚固，一切灾殃化为尘。不但如此，还希望我们的白夜能够增加，黑夜减少。我们的福分跟智慧都能够得到圆满。接着我们谈一谈这个昨天呢，在西雅图雷藏寺的这个说法当中，我提到的这个无所谓这三个字，
这个无所谓啊，这无所得啦，不是无所谓、啊、是无所得这三个字。这个无所得这三个字啊，是历来所有历代的，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历代的祖师，都以这三个字为悟，为悟。你要悟，悟什么？就是要悟无所得，悟无所得。因为这个《金刚经》已经很明白，讲得很清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得的是什么？就是无所得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得到的是无所得心。这个心啊，是什么心？叫做非非心，不是心的心，叫非非心。历来祖师都是这样子讲的，这只是让你开悟的第一步。那么很多人啊，有人就跟我说，这个既然什么都无所得，那不是很消极吗？很消极啊，就是说既然无所得，那我还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了，就消极消沉啊。做什么呢？因为做什么都是无所得啊，那我还做什么呢？我连修法也不用修了，父母也不用修了，那什么事业我也不用做了，都不是我所得嘛，为什么要做呢？啊，这个是很消极。这个反过来讲，这个无所得就让你更积极，因为只有无所得这三个字才能够平息你的贪。贪、爱、无明、不正见，这四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无所得故，所以你能够把贪、爱、无明、不正见全部给它消除掉，这样子才能够成就你因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成为一个菩萨。我们所悟的就是无所得，但是佛教我们呢、啊，不是无所得就什么都不要做了，而是无为而为，无所不为。什么叫无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了，不是为什么而做。无为而为，就是说你不因为什么而做，但是你精进而做。更积极的来讲，你以为这个无所得这三个字啊，哇，
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什么都得不到的嘛，没有一个东西你能够得到的嘛。非常的消极，但是不是的。你要真正能够达到你的理念上的无所得，以这三个字来降服你自己的所有的贪、爱、无明、不正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虽然你知道无所得，但是你那个贪还是没有去掉，你的爱还是没有去掉，你的无明还是没有去掉，你的不正见还是没有去掉。那个是要实践去把它实践，但是你这个实践呢，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的精进的，非常的精进的。这个非常的精进去实践无所得的话，你要达到你自己的理上的开悟跟你实际上的开悟两个复合，必须要很认真的去修行，才能够真正无所得。那我的意思就讲，这个是很积极的一种作为。你是一个菩萨，你要行六度，六度布施、忍辱、精进、智慧、禅定，还有一个呢，持戒。OK， 这六样啊，你都很难做得到的。你菩萨要行六度啊，种种的行为你要复合就六度啊，你就是非常的精进。你必须要很精进的实行你的六度，而且是不为什么而做，只因为你已经悟了道，你要复合这个道，你就非常精进了。那不算，那算什么消极呢？那个是非常的积极。你没有非常精进的心，你如何能够达到布施，能够达到持戒，达到忍辱，达到智慧，达到禅定？你不可能的。种种来讲起来，六度万行的这些法都是菩萨要去做的。菩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种很认真、很狂热、很精进的那一种心去做的。你不只是自己度自己成为菩萨，还要度所有的众生成为菩萨，你怎么可以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呢？所以所谓的无为而为，就是说我不为什么我而做，我不是为什么福报而做，我没有目的而做，但是我很精进的做。
这个就是无为法。那有人问我啊，这师尊昨天这开示说无所得，那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法付给我们，大家都得到法了？那大家都已经得了法，还有一个法没有付。其实你们已经达到明心了，明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们得到的是无所得心。这个已经是明心了，但是还没有见性。你要怎么能够见性呢？你必须要经常去熏修。我讲呢，所有的烦恼全部没有了，你佛性就在那里，你就见性。但是见性也有口诀呀。释迦牟尼佛在《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讲，第一个比喻，一朵鲜美的花枯萎了，那么真正的如来就显现了。如来藏是代表的所有烦恼里面藏着如来的佛性。当你的这个花完全枯萎的时候，你的佛性就显现了。这是如来大方等如来藏经的第一个比喻，叫做为花喻。为花喻就是枯萎的花的比喻，那个花就是烦恼，真如佛性就在烦恼的包围里面。你所有的烦恼不给它除尽，真如佛性不会显现，它本来就在那里。但是你的所有烦恼全部一丝不挂了，全部清除干净了，真如佛性原本就在那里。来告诉大家，要除掉众生的烦恼，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觉得他有缺点，很可厌。这个就是你的烦恼就已经产生出来了。你能够有平等性质吗？是所有的众生一律平等吗？当你是所有的众生一律平等的时候，有了平等性质，已经接近烦恼消除的时候。你要达到这个标准，你才能够见到佛性。要见佛性也有一个口诀，你懂得禅定吗？懂得智慧吗？由禅定里面是主体，智慧是客体。你在禅定里面呢，你会产生智慧，但你禅定呢，必须要经过一段的修行，也就是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从四禅、
出来三禅、二禅、初禅，再初定。你做这样子一遍，就是洗一次澡，把你的污秽给你，所有的烦恼污秽给你消除。所以第八世叫做如来藏世，第九世叫做无后世，没有污秽的世，第十世叫做清净世，完全清净。所谓完全清净，就是所有一切烦恼通通没有的时候，你才能够成就等觉妙解。等觉接近于平等性质，妙觉接近于完全清净的事，清净的智慧。所以你们要消除一切烦恼，师尊也有一个口诀没有讲出来，所以师尊是护法一半，法已经护给你们一半了。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所有的活菩萨全部都是因为无所得，这样子才能够除掉他的贪爱无明不正见。所有的贪嗔痴疑慢，因无所得故，才能够平等，达到平等性质，一切烦恼解脱。所以我护法护一半，护什么？大珠和尚讲的，护无所得，顿什么？顿断烦恼。你经常要把无所得提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就会产生平等心。如果你去，我们认真去做事情，去度化众生，是增加我们的白业，消除我们的黑业，增加我们的善，消除我们的恶。我们认真去做，但是并没有被善恶所绑。因为大家要知道，无所得故，佛讲那么多的法，那么多的经典，里面全部在谈无所得。连最后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把你讲出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告诉你。没有五蕴，没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没有苦集灭道，没有老，没有死，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无所得，才能够成就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菩萨。你这个时候因为无所有、无所得，你慢慢的要消除你的烦恼。我告诉你，消除你的烦恼的时候啊，无所谓，可以消除你的烦恼；无所住，也可以消除你的烦恼。你住在六欲天，就有六欲的烦恼，六欲天的烦恼。你住在色界天，就有光明的烦恼，
你住在无色界天，就有无色界的烦恼。无所住，我不住在哪一个天，我依无所住而住，就是消除你的本身的所有的烦恼。当你的烦恼的叶子枯萎了，真如跟佛性就在那里。其中有一个见性的果结我还没讲，所以复法只有复一半。所以我讲啊，明心啊，什么叫明心？就是不是心的心，不是心的心。什么叫见性？不是我的我，你看到一个不是我的我，不是佛的佛，就是见性了。你看到佛性，你看到佛性，我告诉你，不是用的用，就是无为而为，不是用的用，就是无为而为。什么是真如？不是物的物，它不是东西，但也是东西。大家慢慢去想吧。啊，这个师尊学佛啊，学那么多年，明心呢，也见性。然后我双手啊，空空捧真如，真如佛性在我双空空的双手之上。学了很多的佛法，结果一个佛法也没有。佛陀说法49年，连一法也未说。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每一个人到大殿去，那么有他们大家想要表演什么就表演什么。